你要不要出来跟我玩？你看起来很不可靠。我认为那只猫就是梦之当初不见的那只猫。我看你好像很喜欢帮猫咪。不要不要了，我帮你寄猫。我看你想要救的可能是你的提名资格。要是失败怎么办？我爸爸是有想过，他害死过人。现在此时此刻，只有你能够跟波波沟通。周日晚上10点，请看《黑喵之情》，由全能猫冠名赞助。